女人都是不同，而每一种香味都会令人留下印象，联想起美丽的回忆，所以香水都一定要独一无二。我今天就来到99秒，准备做一支属于自己的香水。几分钟就完成，就咁一个玻璃樽又点算独一无二呢？即场仲可以有镭射雕刻，咁先够独特。仲有12星座香水，唔同成分香味配上唔同性格，凸显独当一面嘅你。就好似呢支天蝎座咁，天生勇敢自信，好胜心强，神秘，应该配翻丰富嘅迷人芳香，雪梨、栀子花、小苍兰、茉莉花，可以增添一份神秘感。